请收看千禧大戏《台湾本色》。好在是这么好的人，伊真心想要将所有的物件拢给我，敢讲我阁要继续替陈金秋害人心？我是要安怎做才对嘞？阿丽，阿丽，你是讲要等下整理物件，咱家己徛遮讲哦？什么代志？你免烦恼啦，那恁母仔囝哦，我会给恁照顾一世人，吼。对对对，你看你看你看，这我去吼地政事务所，提两下这表，啊，这我拢填好啊，因啊登了吼，啊，手续啦办好过吼，这就你的，来你睇看。哎哎哎哎哎哎哎！你来创啥？你来创啥？你来创啥？阿弟，啥物件你拢摕转去？是安怎？阿弟是安怎？是这我答应你啊，咱就讲好啊。我这要给你，是为着要负我托来迄个囡仔责任嘞。你无需要负责任。是安怎讲？你连烧酒醉，醉到唔知影啦。你根本都无可能对我安怎，迄拢是我误乱你，迄拢是假的。无咯，你巴肚内囡仔？无，我根本都无囡仔。啊？无是安怎样？你要对待我？我唔是讲甲你有冤有仇啊，你若要害我啦？是陈金秋，是陈金秋，伊逼我安尼做。又不是金秋啊！伊是安怎样要得罪？敢讲是为着我遐土地？无唔对，伊用心计较，爱我照顾你，陷害你，就是为着迄块土地。金秋啊，伊是安怎样要安尼做？我问你，金秋啊有啥物好处给你？无你也着来替伊安尼做。我知影我对不起你，啊，不过我也是不得已的，恰恰伊妈妈欠伊少一个娇小，我一个查某人带一个囡仔，真歹过日子。伊有钱，佮有势，伊叫我对付你，我只有听伊的。金秋啊，叫你安尼做，你就安尼做，无，安尼你的良心。敢会当过笑啦？我知影我做唔对代志，这段时间我嘛是真后悔，啊，不过我唔敢将代志讲出来，我惊伊会对强强不利。我这目的哦，已经达成啊啦，啊，你现在又哪要我将这真相讲出来？因为我无法度阁继续欺骗落去啊！我是一个已经要死的人，你阁对我遐尼好，将你所有一切拢要给我，我即马若是无将代志讲出来，不但天袂原谅我，连我家己都无法度原谅我家己啦。总讲一句哦，我目睭还阁无看唔到啦，你还阁是真有良心啦。我为了我家己，我让你受了遐尼侪委屈，甲无聊，我实在是足感谢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真紧就离开这个所在，我袂阁继续交流你。袂用的啦，你的身体要紧啦，还阁有哦，强强，你嘛来替强强想正用的。慢走，慢走，哇！一个人静静坐在火车站。哎呦，什么最可怕？人心最可怕。什么最可畏？人言最可畏。为
为什么人心最可怕？因为人心隔肚皮。为什么人言最可畏？因为人最两中皮。但俗话说得好，积善人家庆有余，好运不怕命来磨。好人总是默默在做，老实总是让人以为笨拙。但只要做得心安理得，大家都有眼睛会看，大家都有智慧定夺，到时候好人不怕不出头，老天一定让他好事成双，永远不寂寞。请您全家也一起来宽宽，宽宽好人默默地耕耘，欢笑地收割，一起来为平安里打气加油，台湾本色。阿娘哦，会当找到好的对象，保庇。好，来啊来啊！嘿，陈教授，你来阮家创啥？陈教授，我跟你讲，阮家是无欢迎你来啊，你甲出去。我是要摕你地行的这厝客吼，摕来行你啊。地行的厝客，你还是要创啥？上好是我的姑囝，伊要带恁查某囝。一个做老爸人，对未来的新妇嘛，应该要有一点仔表示。金秋啊，我问你，你即摆你是要阁变什么班啊？无啦，恁查某囝阿娇为着救阮囝，代替伊去予人堵一刀，阁代替伊跋落去坑坎底。我安尼做，就是希望讲，对恁阿娇啊，看是毋是会当有一点仔补偿，嘛表示讲我对伊的感谢啦。多谢你啦，这拢唔免啦。你就是讲你摕这地起来给阮，就当解决你的罪孽咯，无可能啦，这嘛啥物拢无路用啊啦。已经想慢啊啦，但阿金秋，你罪孽做遐尼济哦，我相信恁后生也袂认你这亲生老爸啦。你甲出去啦！出去啦！那个女孩是谁？说。她是我以前的学生，我们曾经有一段感情。可是这样的师生恋，她父母非常的反对。我不忍见到她左右为难，夹在中间，所以我就离开她。可没想到，过了这么久，她竟然还找得到我。快把这段过去告诉我。雪芬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对你是一片真心的。可是你放不下他，你忘不了他，对不对？李静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呢？请你原谅我。从你一通电话，不见踪影。一直到现在，你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？你要我怎么去面对这些亲朋好友？你要我怎么在平安里待下去？我的心在滴血，你知道吗？你懂吗？我懂啊。这个事情解决了，让我好好补偿你，好不好？不，你不能再去伤害那个女孩。你要怎么弥补？叫她两条船，还是再抛弃她一次？雪芬，天哪！我不希望你是这种无情无义、没
没心没肝的男人。回去吧，回到他的身边，好好照顾他。淑芬，请你相信我，对你是真心。我你走。你要解读黄庆忠这代志哦，甲苏团长有一个交代。你定回走？无咯，代志还未解释，你要怎么走？已经讲得真清楚啊，回走。啊？你走。林老师。阿你来帮你走了。既然阿无迄个缘分啊，就免阁勉强啊。对啦对啦，是讲哦，你家己若想会开，安尼上好啦。不过哦，你唔通袂记呢，这平安里的哦，有足侪人拢是你的朋友。你若有啥物困难，你做你开嘴，我一定甲你做甲到，吼。多谢，李总。唔免客气，哦，安尼想较开。是啊，玉啊，我了解哦，你即摆心情啦，啊，我甲恁阿母哦，嘛是甲你同款，嘛是希望讲你会当紧好起来，甲以前同款啊。对啦，你卖阁讲啊，我一定要甲你徛起来，我不爱做一个败家生。好啦，啊，但是唔通赶紧，啊，着慢慢啊行，才袂跋倒啊。哎呦，你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唔当咩？哎呦，你可怜啊！小家咧，哎呦，不要紧无，哈，阿娇诶，都叫你龙人咧天降，你都袂，你安尼吼，是咧，我毋是超工，我若想讲我家己变甲安尼，我就无代无志生性的，是咧。别讲，你哪里免讲这啦，啊，你得辛苦白天后，生性是较会生性的，啊，毋过你安着家己着爱忍耐者，啊，无你安尼跋甲安尼，你若拍甲恁阿母看，拢心肝是足艰苦的。多久？打到我来哈！来，快点，快，来，快，哎呦，啊，谢你，哎呦，来，打到我来，打到我来，哎呦，啊，老公，我来，快点，哎，阿丽啊，阿姐姐啊，啊，来，来，阿姐姐。爱你啊，想袂到过来阮家哦，敢若天落红雨的款。太阳面啊，咱人来就好啊，见面三分钟。来，阿姐啦，来，你人咧无爽快，你遐坐吼。嗯，还是有啥物代志？来，这样你算啦，我今日是要来甲恁相识的啦。哦，相识，意思毋着讲要离开这平安里啊？安尼好，你若离开哦，阮平安里就平安啦。好啦，哎呦。我知影咱有误会，以前我安尼对待你，迄拢是我的问题。今仔日我是专工要来甲你回信的，希望你会当原谅我。哎，阿丽啊，迄无要紧啦，过了心，煞了代。人咧讲嘴甲喙齿遐尔啊好，应用嘛去加着，迄过去代志吼，咱莫搁再提起啊。啊，听讲你人无爽快，啊，医生检查敢有检查出来，你是人安怎？我得着这款病，我家己先来忧伤。对我来讲，即马上重要的就是时间。只要会当给我一点仔时间，会当给我活落去，我就会当照顾强强。阿姆哥，即马不安详，我有啥物路？我的病嘛袂好。袂啦，阿丽啊，你莫想想遐尼济人唔好失志，搁再讲这么科技大拢遐尼啊发达，啊若早发现，都还阁有救嘞。你唔通家己失志，爱有勇气活落去唔才对，爱有信心哦。恁个好在遐拢是好人，恁拢想要安慰我，啊不过我烦恼的唔是我家己，我
只是惊讲，我无法度阁继续照顾阮强强。我即马敢若是一个花花死人，我啥物拢无，连照顾我家己的囡仔拢袂用的。可是性命那是会当定的，我只要求天公伯啊，会当加予我一点仔时间，一年啊，半年嘛好，就是叫我断脚断手，我拢欢喜甘愿。只要会当予我活着，会当予我看阮强强大，安尼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。爱从昨夜就停了。习惯不管心爱的人，你敢真正去爱着别人？小玉，是你，出去！冷静一点，我知道是我把你害成这个样子，我对不起你。如果打我能让你消消气，你尽管打好了。都是，如果不是你，我今天也不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我知道这段时间我已经无处可逃，我一再的反省，我知道我真的错了，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制裁，求你原谅我。害成这样，你现在才来跟我说对不起，你能还我一双腿吗？你走，我不想看到你走。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，只是在我自首之前，我希望能求得你的谅解。小玉，我叫你走，我不想听到你的声音，你走，走。时间只有三分阿廖，你卡散了，想袂到你会来甲我看。本来我就是讲，你来这，一定会将我过去违法的代志拢总澄清出来。想袂到，你是全部家己一个人担起来，家己内面生活是足歹过。你有需要什么物件，甲我讲，我会尽量替你想办法。我无要甲你禁出来，唔是为着要达到什么好处啦。阿婆，你是为着啥？这段时间，我想真多。你把我当作家己的亲生囝照顾，我欠你一分钱，我无应该分享受无？你也安尼想想好，我真欢喜。既然我知影遐个代志拢是唔对的，我就无应该去做。我已经唔是囡仔。我自己做不对，就要自己担。阿爸，我一个人好管就好，你莫阁继续吵落去好无？阿婆，总有一天，你会甲我同款的。想袂到
才反倒转来，让你咧教我教训。我知我无许资格啦，只是看你平仔最后一份，我想要搁劝你一句，阿爸，莫搁一错再错。过去的罪过，好一个人来担。我真正是要看你平平安安过日子。阿爸，阿亮。权状，房屋所有权状，哎呦，还佫有写到后山迄块土地的地契呢，当的，这怎有可能啦？当的，你是你摸唔到去，啊是阮目睭看花去？系啊，你来向我提这个方案啦。我唔是向向改变，我是受到真大的打击，甲教训，所以我。不但要将这物件还恁，我要阁恳求恁原谅我。等下，你真是要还阮哦？感谢。我来呀，阿丽丽要登记咱遐可爱的家啦。哇，恭喜！等下多谢。金秋啊，你会当安尼做，确实是无简单啦。啊，顶回我甲你讲遐话，你拢有听入去哦。好转呀。多谢你，伊刚安尼甲我提醒，我应该是早都爱觉悟啊。我是惊讲，我忏悔了伤慢，恁大家吼，唔肯原谅我。袂啦，你吼、有心改过，还佫诚心要来弥补过去吼，我相信讲，大家以后袂佫用迄款眼光来看你啊。对啦，多谢你。多谢你甲我鼓励，才予我有这个勇气，通来去自首，接受法律的制裁。阿丽啊，伫这段时间，我对你的压迫、甲威胁，啊，逼你甲恁囝走投无路，我实在真无应该安尼做，请你原谅我好。过去的代志吼，都莫阁讲啊。都亲像福全讲的，只要你会当改过自新，阮拢会替你欢喜。尤其是清风呐。对啦。嘿嘿。你准备？清风，你哪边吼？你无啥物好讲的，我无想要看到你。无咯，清风，你哪边吼？即马无同款啊呢，伊即马已经变啊。福全兄，你莫阁烦伊啊！像我这种人吼，也唔值得你替我讲话啦。我要来走，我要来去自首。清风，我只有一句话要对你讲：祝你婚姻幸福快乐。等下，金秋。好了，请客的名单也已经列好了。这样好了，我帮你把封套一起写一写。我进去拿支笔。小玉。你还好吗？你有没有摔伤啊？你们怎么样？还好吧？阿玉，你怎么了？什么事？秋美啊，家里没有人，你都看着她嘛。你这样子有照顾的，也没照顾的。你还好吧？我进去拿笔。她要什么，她可以跟我说啊。拿一支笔有那么重要吗？
你认识小玉这么久了，她的个性你不了解啊，你都不能自动自发为她多想一点吗？这么懂你怎么照顾人的？小玉，你们怎么样？是，我就是嫉妒，我就是心胸狭窄，我不知道我现在的立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让你们满意。秋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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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秋妹。吃小玉的人是你，现在受不了的人也是你，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你说啊你！我不知道，我以为我可以做得很漂亮，我以为我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可是我只要看到你对小玉那么好，我就吃醋，我就嫉妒。为什么我这么没有用？为什么？我该怎么办？我应该怎么办？不知道。我们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的，可是我们没有退路了，不是吗？我是没有退路。如果你再一次对小玉失恋，就等于再一次把她推下悬崖，她就万劫不复了。我们不能这么做，不可以。解决一切的问题。秋妹，你要走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出国留学一直是我的梦想。我想，出国可以暂时让我忘记这一切的伤痛吧。你真的就要这样子走？如果你了解我内心的痛苦，不会让我眼睁睁地看到你娶阿玉。走吧，我们回去吧。刚刚是我太冲动，是我口不择言。走，我们回去，不要再铸成大错了。秋美，我终于听你的话，要跟阿玉结婚了。我很惶恐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一个及格的丈夫。但是我知道，这是我的宿命，我不能够逃避。也许阿玉需要我，没有我他活不了，而你没有我，仍然可以坚强地走下去。我真是不懂，难道坚强的人就注定要受苦吗？在这最后的时刻，我还是要请你相信我。我爱的只有你。这辈子我亏欠你，下辈子，希望我们还能再续前缘。季风愿意娶我，是秋美让他这么做的。为什么要这么傻？你为什么要把清风让给我？我怎么可能是邪皇花心莹？我什么拢无？连照顾我家己的囡仔拢袂用的。可是性命那是会当定的，我只要求天公伯啊，
会当给予我一点仔时间，一年、半年嘛好，就是叫我断脚断手，我拢欢喜甘愿。只要会当给我活着，会当给我看见强强大，安尼我就心满意足。像艾莉那样，生命都快没了，都还有求生的意志。而我呢，不过就是受了伤，我还活得好好的。柳秋雨，你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。是我不对，请你不要放心上。阿玉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启鹏，我们取消婚礼吧。如果还有婚礼，那也是你跟秋美的婚礼。我祝福你们恩恩爱爱，永远幸福。小玉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？阿玉，是不是因为我说那些话你还在生气？是我想清楚，你爱的人是秋美，从来都没有改变过。你们两个互相相爱，我不应该活生生的拆散你们。我决定退出，成全你们。我已经彻底明白，同情并不代表爱情。你为了娶我，是因为可怜我，这样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。小玉，我说过了，我不是同情你，我是真心的希望你快乐。你要是希望我快乐，就支持我的决定，娶秋美回家，她才是你今生的新娘。小玉，阿玉，启鹏，秋美，你们放心，我不是在闹小孩子脾气。我也不是因为自卑的心理而拒绝走进礼堂。艾莉生病的事给了我很大的启示，她的生命都快结束了，都还这么坚强，而我还活得好好的。我应该靠我自己站起来，不应该再依赖别人。你们放心，我真的很好，我会很坚强。我也答应你们，我一定会活得很好，很健康。我可以抱下最帅的新郎跟最美的新娘吗？你冲上了，啊？爸，妈，我已经决定了，先转手臂加穿好。哈？这，哎呦，这咩意思啦？这一挂贴啊，拢放出去啊，亲戚五十、朋友八十，大家拢嘛知讲哦，你要做新娘啊，要来看你这新娘嘞。哎呀，爸，是嘞，我知影我这摆安尼做，一定让你足无面子。我面子一件是耽误侪钱，我已经找到我真正的快乐甲自信，这才有价值啦，你讲对无？也不过，好啦，阿勇啊，你跟他听。
听阿娇讲遐话，你嘛知影。咱查某囝大汉啊，以为家己的决定，我看吼，咱应该爱支持伊才对啦。吼、哦。好啦，阿娇，既然你若安尼想吼，阿爸甲阿母永远支持你。想袂到阿玉这回最后有这个决定啊，实在是不简单。李六伯，我之前要带阿玉啊，今麦阁变作要带周美，我实在是感觉真见不少，请你原谅我。哎，那你来讲这个话啦，亲像你讲有情阁有义的查甫囡仔，我真欣赏。你应该讲是哦，为着这个爱心牺牲你的爱情，才要跟阿玉来结婚，这点我当谅解啦。手臂也当给你哦，我嘛足放心的。对啦，但金秋这个案件哦，过几工啊，三审就审判。我咧看哦，这判七年以上哦是走袂去啦。什么？古安怎讲啊？金秋也是恁老爸，你爱去人看一撮鸟。情况，阿丽，阿丽，赶车红灯了。我被传强强离开家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不是已经跟我爸在谈婚事了吗？你阿丽跟我讲，我对你做错的代志，你甘愿为了我，搁继续收留别人的冤枉，搁误会？过去代志就好啊，莫搁再提起，莫搁再提起啊！爸，到底是什么事啊？恁后爸伊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伊无对我黑白来，而且我有新的代志，嘛是假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们？金秋啊，都不用了，伊关啊，爱丽啊已经反悔啊，伊也供述伊提出来啊，无需要搁再提起这个代志啊，过去就好啊。我知影你是真心对我好，啊，不过我袂用再拖累你，我搁较袂用记你。你对我这份情，我会记在心肝内。慢了，慢了，喂，你喂，等。喂，好，哦，爱丽哦，哦，你等，你等，来来来。喂，今早几个出来啊？安怎安怎？检查了安怎？阿丽，啊到底是安怎样啊？医生安怎讲？我无代志啊！我无代志，我无代志啊！我无代志啊！这是无代志哦。医生讲，我生的是良性肿瘤，不是癌啊！安尼哦，我无代志啊！不是癌哦！啊，好咧加载，好咧加载啊！真正是好辛苦好报，你讲白有得报备哦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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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！这段时间哦，我为因真个足侪困扰，我实在是真心的。啊，不过我伫恁家，我嘛学着足侪代志。以后我若是拄着啥物困难，我拢有法度应付啊。你好，你想啊，我真欢喜。是讲吼，你家己要好好保重的。若有啥物困难哦，你准你随时倒转来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吼。我知影，你嘛要好好保重。我希望我阁有一天会当回来，将你迄手。福大娘，你来看我，你通原谅我还是？你已经受法律的制裁了。也已经反悔啊！我哪会讲无原谅你啊？我今日来送你哦，是要甲你讲，为着恁后生清风啊，你以后爱好好做人。会啦，我知影啦。
我就知影你的啦，爸囝亲情啊，胜过一切。恁老爸要用抓去关啊！你赶紧去甲认一下，叫一声阿爸。清风，恁阿爸已经反悔啊，哪会当听你叫一声老爸吼？伊嘛靠迄个勇气，通好来反悔，改过自新。清风，恁阿爸有一件代志，叫阮大家拢唔通讲，但是我即阵吼无讲也是袂用的啦。你倒伫病院的时阵，当伫危险，你的药剂吼。也是恁阿爸关乎你，你敢知影？你讲我的游记，清风，无唔对啦。恁阿爸吼，虽然伊的嘴吼有抗议，不过伊的心肝真软，伊唔知要安怎样啊来给你补偿，所以用伊的性命来补偿，伊用游记来关乎你。无论安怎样啊，你嘛应该叫声老爸去甲伊相认一下。清风，去啦，去啊，去啊！阿爸，清风啊，清风啊！清风，阿爸对不起你，你肯听阿爸，阿爸心肝心满意足啊，清风啊！阿爸，爱从昨夜就在。不管心爱人，你敢真正去爱着别人？徐芬阿姨，你真的要离开我们吗？艾丽她也走了，你们大家都要离开。就没有想过我们会舍不得，会难过吗？看到你和清风终于苦尽甘来，有了美好的结局，我也就了无牵挂，可以离开了。小阿姨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你现在就这么走了，叫我们怎么安心呢？是啦，你哪是啊？你敢一定爱安尼走？我已经决定了。这里有太多的回忆，抛不开也挥不掉，我只有离开才能够真正过平静的生活。你现在跟阿娘我也没法当我老弟了，不过过去不愉快的事情比较放不下去，早一天吃到你快乐的人生。等一下，小孩刷轮已经离开平安里啊，也无可能阁倒转来。我这世人哦，注定种这花，甲这花做伴就对了。哎呀，哎呀，赞赞赞赞嘞，真正赞嘞啦！什么赞？哦，你树啊，真的有够赞嘞，那个正经的。陈念妈也袂使讲，迄种个已经拢无休起来，都伊在赞。无无啦，林老师转来安尼有赞无？林老师，对啊，有影，有影，都有，都有。门口讲嘿，哎呀哎呀，你快上来啊，林老师嘞，林老师，等等等，你真是回来了。我回来啊，是平安你这段时间吼，给大家足照顾的，大家拢敢那一家伙啊同款，我感觉足温暖的，所以我决定吼，要留落来，为咱平安你尽一份心力。哦，希望你永远住在阮平安里啊。哎呀，我来穿一顿较澎湃哦，请林老师。Thank you.
有一个阿拉伯寓言是这么说的：有一个商人呢，要上城里去赶集。那骑着马到了半路，在马路中间看到一只麻雀躺在地上，两只脚举得高高的，向着天空。这个商人很好奇了，他就问这个麻雀：“你在干什么？”麻雀说：“我听人家说，今天天会塌下来，我想把它顶住。”商人听了大笑，他说：“就算天要塌下来吧，你那两只脚，你顶得住吗？”麻雀说：“我只是尽我的力量。”我们或许不用躺在马路上面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就像麻雀一样，在国家、社会或者朋友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有机会伸出我们的双手，尽我们的力量。在我们的双手没有伸出来以前，谁也说不准我们的力量够还是不够。台湾本色播到今天这一集暂时要告一个段落了，或许我们的努力还不够，或许我们的演出不尽令人满意，但是希望这些人物、这些故事或多或少的能给您带来一些启示。也谢谢您长久以来一直关心这个平安里的故事。我是王耀庆，仅代表台湾本色所有演出及工作人员，谢谢大家关心这个台湾本色，台湾本色。别忘了，留得青山在，我们改天一定会再相见的。谢谢大家支持台视，唯有台视精挑细选。那记住了，台湾本色期待与您在台视再相见。谢谢，拜拜。